进。我进。可以回原部队了。知道为什么被淘汰吗？从你们放弃党性、放弃原则、放弃正义的那一瞬间，你们就已经被淘汰了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着严明纪律的钢铁部队，即便是特战旅也不例外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守军规军纪，遵守法律法规。细胞特别行动小组啊，不需要不择手段的冷血杀手，而是需要有着严明纪律的革命军人。在这一点，你们已经不合格了。你们五位啊，经受了严酷的考验，无论于来自上级，还是来自于敌人，你们无愧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荣誉，无愧于特战队员的称号，因此啊，你们就成为红细胞特别行动组的正式成员。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这是一次演习的测试，将来你们要面对的是真正生与死的考验。不会有幸运，因为敌人是绝不会停手的。菜鸟们获得了一周的休假，作为对几个月特训折磨的弥补，让他们得到好的休整。大家都很开心，何晨光却开心不起来。这几天我一直在做梦，我差点亲手杀了他。不都说梦是反的吗？况且小唐教员他还活着，他一定会没事。俺觉得吧，你觉得什么？你快说，你别磨磨唧唧的。俺觉得小唐教员是真的。真的什么呀？小唐教员真的喜欢陈果。你会看相？不是，什么看相？一个女人为一个男人去哭去伤心，那是这个女人爱这个男人的表现。俺们家翠芬就为俺哭。燕冰，俺不是说你，有人为你哭吗？所以俺觉得小唐娟儿是真的。二牛他说的对，我也觉得是这样。反正陈光你自己心里面要掂量清楚。当兵一年回党家不容易，车在下面等了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回去好好看看你爷爷奶奶，其实家人对你才是最重要的。走啊。放心了，他也是强人家，还得带渣子啊，自己这儿。Thank you.
闹了。